腿妹欲吃汗，哪有神回复？如此性感的美腿，加上黑丝袜，总是会令人遐想。美腿小模乐乐日前穿长版的真丝衫，露出一双黑丝袜美腿搭公车，遭到咸猪手。甚至在脸书写下痴汉起日记，结果遭男友神回复：你应该说先生我是伪娘，而且我已经勃起了。这位美腿小模原本要向苹果投诉爆料，结果楼盖歪的变成拍摄今日我最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乐乐，今年25岁，我是现职专业的模特，身高160，体重是15。我的星座是天秤座，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。大家欢迎关注我的粉丝专业主持人甜蜜，谢谢，拜拜。都新闻综合报道。学生当记者，全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请体验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最终由指定慈善机构，不爆料我捐款。